带到新闻的现场哦，先提供予你一个拄当收到的消息。对，明仔凌晨零点开始，就是今仔半暝十二点开始，咱的油价要降价啊。汽油甲柴油每一公升拢是要降两角。第降价了后，中油九百无烟汽油是32元，九五无烟是30.5元，九二无烟是20.8元，柴油是27.6元，提供予大家来做参考。继续，咱来看中华航空伫昨日一大堆台北要飞到美国洛杉矶飞机，有旅客讲咧，伊的行李内底有枪击，空服员是随时通报，班机落地了后，当地警方将这旅客带登去问话，加在讲伊是讲白贼，不过这已经是一个月来发生第二遍有旅客讲白贼这种代志。华航有咧发出声明讲，无论是毋是讲生笑，这款代志拢是重大非安案件，无排除当事者都要求甲赔偿哦。一个月七号，华航 CI-008 班机由台北飞往洛杉矶的途中，一名姓杨的男子突然间向空服员表示，家己随身的行李有欠。空服员马上通报座舱长，座舱长马上公布，爱所有旅客袂当碰随身的行李。在飞行记录之后，马上通报当地警察，将这名男子带回警讯。虽然事后证明伊是黑白讲的，但是已经造成飞行机面顶339位旅客错一条。等飞机落地之后呢，我们立刻请地勤人员通知洛杉矶的警察上来把这个旅客给带走。只要有任何这种威胁飞行安全的言行举止出现的话，我们华航呢都会采用最严谨的态度来处理。虽然飞行机无延误，不过华航表示，这名旅客行为严重影响到飞行安全，唔那将伊列作是无受欢迎人物，未来袂当坐华航的飞行机之外，无排除会提出求偿。其实这是一个月以来华航发生第二次空中讲白贼报案的事件。这个月一号，华航飞往上海飞行机68岁林南海，马向空服员讲白贼讲行李内底有炸弹，飞行机转到这个杭州降落，延误6点外钟，飞行机的乘客嘛错一条。连续两届空中惊魂记，加在上尾显示拢是讲白贼。不过华航特别发出声明，佫指出，不管旅客动机如何，是毋是讲生笑，只要接到这款的通报，马上看作是非常重大案件，照着现行民法法。旅客散布危害非安的无老实消息，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华航无排除另外提出民事求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接下来来看天气哦，受到方面接近的影响，对今日开始，全台湾天气拢无啥稳定。北部、东北部也有东部地区，对下早开始就拢在落雨啊。中南部是中昼以前阁有机会看到日头，不过中昼过了，一寡所在温啊拢会开始落雨。受到这个方面影响，对今日开始到礼拜三，全台湾各地落雨机会拢真悬，尤其是明仔后日这两天，北部、东北部、东部甲外岛地区拢有机会落大雨，像中部甲南部山区。过道可能一寡所在，温啊拢落大雨，啊，因为各地即侪云甲落雨机会增加，所以讲会较凉。上悬的温度差不多24到25度，低温差不多是18到19度。这三天咱感觉会较凉，除了讲咱出门都爱记得扎雨伞，啊个扎雨帽，嘛都爱加套一领衫，较袂当寒着感冒了。